达，浩浩，还有所有的广播人们，哇哦！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丹尼斯。Yeah. Hello， 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达。Yeah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浩，陈子浩。阿达，今天在国父纪念馆业绩做最好的，就在我们身边，这个奖应该是他颁吧？当然，号称地球最强业配使者，浩浩如何爽？陈志浩当然是要来颁发广告奖啦！好的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但我觉得广播广告比起我平常做的业配，我觉得困难度再更高，因为广播广告只有声音没有画面，我觉得是执行起来更难。所以要有很 hit 的旋律。哦，所以就是要 hook 很强的，像是金钟五五金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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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呐！哎，哇，这个好洗脑。相信有被洗脑过的人应该懂我们在干嘛，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颁发这个奖项吧。刚刚很即兴的跟大家表演了一个忘记讲入围者的桥段，是也没错，拍谁？也是一种 hook 一个广告的 freestyle， 对不对？大家就会记得这个了，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颁发，没问题。得奖的是了，第55届广播金钟奖，得奖的是深达轮胎，无所不在，一路向前，守护全台，恭喜！创新奖的部分，我相信应该要由浩浩来为我们颁奖吧。毕竟他从小就开始帮自己家的幼稚园做业配。然后一直之后呢，变成拍自己的影片，到最后变成了单身狗叛徒，自己跑去结婚，到现在又有浩哥宇宙，还有浩音未来。我相信这个创新奖应该要由你来颁，对吧？哇，发现阿达哥今天一直在讲我的好话。没错，那今天是要开发票还是？很难得有机会被别人业配吧？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让浩哥来颁发奖项。广播金钟奖第55届。电台品牌行销创新奖得奖的是，疫情平安，一起平安，广播与数位专题影音展，恭喜！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，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，终于我。这个大楼的脚震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，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跑跑跑！